自己有送过什么最珍贵，就是哦很特别的礼物给老公吗？很珍贵，很特别，就我自己啊。哇，就是人生。好多哎、欸！我觉得那个像我刚刚说蒲公英系列，然后另外一个是他们这最新科技系列，就是把凝就是气凝胶就是藏在那个珠宝里面嘛。珠宝很感动的，我觉得我妈妈留下来给我珠宝跟求婚戒都是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珠宝单品。所以我觉得就是钻石跟珠宝很有另外寓意，就是在重要节日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个，然后纪念那一天。但是每次看到那个珠宝，你就想到那一天的美好，珍贵很特别，就我自己啊。哇，就是人生。自由时报 iStyle 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乃文。今天为了显示珠宝的特别的特别的特别，因为它很特别，所以尽量选择了一个比较简单白色符合主题的定制服，觉得它很美，对。然后也觉得我们今天选择的服装是对的，就是不要太就在旁边静静的陪伴着它。不是他陪伴着他，难得可以戴这样子的耳环，我觉得他澎湃，可是又很大气，很难解释。然后戒指也是一样，其实我最爱的戒指都是指中戒，知道我自己最常戴的也是我自己的指中戒。然后知道他们配了指中戒有戴，我想说，哎，赞！疫情的中间，其实我被困在国外回不来，所以我三月有去回去澳洲，家人住在那边嘛，在雪梨。本来是想说待久一点，因为很久没回去看家人了。本来想说五月初的时候回来，后来五月初的时候发现回不来，因为没有班机。然后就是到了六月的时候，发现还是没有班机，就把原本的班机取消了，订了另外一个班机是直飞的，希望他可以。可是他们又一直取消，所以我就一直取消，然后打电话订，这样好不容易六月好像6号回到台北的时候，就是隔离了大概14天嘛，对，然后好不容易出去，耶，自由。我健身一直都有，恐怕没有什么可以再继续进展的。原本是想说，因为那时候澳洲的政府有说，可以趁这个时候学个乐器，学个语言。我就是当下立刻弄了一个 app， 想说学个 ukulele， 然后学西班牙文。ukulele 的话，其实很快就放弃了。可是西班牙文到现在都还在学。对，你做学程吗？不可能，6个月之内。但是我还没有停止，我还在努力当中。除了等一下，下个礼拜2次以外，先这样。